好深哦，又冷了，大腿冷。我没有湿啊，但是还是觉得冷。身体好像我多穿一件好一点。你嘞，会冷吗？我是。帽子有戴吗？有啊，我戴好帽子。现在风向变左前方了。会对着我脸吹的意思，就是左前方这边有一点凉凉。太阳不见了。对啊，刚刚天气看起来比较好。冻在那边。那就说下午三点要下去。哦。哼，有被抓吗？玩滑热一点，玩好冷。嗯，你觉得这是人吗？啊，这不是哦。这也不可能。这是雪上摩托车的痕迹。对对对，我要说的是，这是雪上摩托车的痕迹。中间有那个履带，是不是？然后那它支撑的嘛。嗯。就是他说他开了两车数量，但是这边只算一。哦，这两台算一。我以为。说不定他算两台哦，一二三四。嗯，好像是。真的，我很冷哎，大腿特别，很冷哦，很冷哦。录音。看他在录谁。录这个吗？跳一下这样。好危险，快要错倒，
帮他拍照的人了。嗯，就这样跳一下。嗯，那是女的吗？不是。你说跳的看起来像小孩子，小孩的孩子哎。嗯。男的。在录的人我不确定。两个都男的。真的。入社会后高招生。就是想去蹭那边，但是他的姿势却很拔智。然后那里有牌子叫他不要去，是不是？有啊。嗯，真的看到人出来了。什么人出来？我早上说没在左边。原本在右边，在右边。他没有在左边蹭。我说他在铲铲铲。有人在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要走哪边？你们两个走不同边。所以右边就是没开的。我待会接近两点会去，因为我要吃药。冷吧，觉得冷就会想念。裤子穿起来啊，紧吗？对啊，遮阳光。你等几分钟？Thank you.
那我们从左边下好不好？好。左边比较雪质比较好吧，非常差。差不多。你说都已经刮花。蹭到一道，只能直直的。然后也回不到缆车，回得到回不到，但是比较高。不是，那就要去滑动物之山，不然就蹭到一小段又往回走。粉粉的纸。听起来不像是原唱，是啦，大雨的声音啊，是吗？有那么年轻的声音，因为那么久以前。看一下棒棒还在不在？我知道小时候摩托车去哪里干嘛，该不会棒棒就不见了吧？但是那个棒棒埋那么深，应该已经在那里很久。所以是摩托车开过来把棒棒拿走了，然后真走了几步过来，但是没有棒棒的痕迹呢，还是那一个深深的感觉，就不见了啊，就没看到了。对啊，所以摩托车只为了拿两根棒棒，原来如此。这种是不同首歌。你说后面跟前面播的歌不一样。哎、这堆绿绿草，一直咬耳朵。什么咬耳朵？就咬咬咬咬咬咬，像兔子咬耳朵。此地无脚印。没有小动物。那我先臭臭。什么臭臭？硫磺臭。我自己在想，我上次住在万座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次地震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哪有？那你准？有，你是泡那个有外汤的温泉吗？我没有出去。什么意思？你就内汤泡一泡了。对啊，我内汤泡一泡，然后往前面看，然后我就看到前面隔着玻璃往前看，就是看到男生堂跟总监堂。男女混的。但是那个男女混的中间堂，我只看到三个男的在那。嗯。似乎是这样，因为你看绿色包到哪，就可以判定性别。对啊。对啊，他们有包，没有。那我两个外套他们也包吗？什么叫两个？你们男生的外套，洪小姐有说，是我们如果到中间，他也看得到男生外套，所以都要包，所以男生去外套都要包。反正你也不想出去。对啊。
内汤是够热没错，但是洗澡水没有很热。就是我房间的洗澡水没有很热吗？嗯，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水龙头很老。嗯，水龙头很老。嗯，是喷起来有点痛，你没有觉得有点痛吗？一开始就没有很热，然后就觉得有点是不是太冷，然后那个水柱都吸到不行。嗯，就太阳出来了。这种雪场没什么，就只有一个滑下来，我们就他昨天在说360，我就想说我也懒得带，就算我有我也懒得带，嗯，不会可惜没带到，因为不是那种一路风景很好看，这是刚同的女生吗？越拉越跳一下之后摔倒。出太阳，好暖。有吗？有啊，我觉得很暖。我还是觉得很暖。想拍张照了。应该没拍到手机吧？自己的，回去看又是手机。你要帮你拍照吗？不用吧，你要吗？嗯。这样子吗？喂，如果很这样子就是停下来，然后稍微没这样子就是前进，很这样子就是停下来，这样怎么会停下来？就前进，很这样子就是停下来，这样就是前进，很这样就是停下来，然后你看啊、哦，这样子前面都是平的，上半身很。上半身往这边，但是脚你看却往这边。然后，如果你的头很前面这样子顶，就是停下来。其实这个时候小腿是朝上面的，它翘起来了，所以帮你停下来。嗯。
但是我把它这样子抬高一点，上半身没有那么往前的时候，上半身没有这么往前的时候，你的全身的形状就渐渐的从七变成有点像是一，变成一的这个过程，变回来的过程，你就会渐渐的往前滑下去。我不太会动的，因为你抖，你靠抖。你要现在停下来的话，就是现在要停下来的话，就是上半身这样子，有一点点像是，不能那样子，不能那样讲，就是有一点点像是你以前那种刹车，但是呢，我们以前的刹车是有点不对的刹车，因为我们是用扭腰的刹车。那比较正确的话，应该是说，不是要硬扭，而是要这样子往前一弯就会停下来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你速度很快，例如说这样子速度很快的时候，这样子就会停下来的话，你就可以渐渐矫正掉你扭腰的毛病。因为你上半身往下的时候，上半身往下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脚就自然会有拿板子转往这样子的那种，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慢一点。所以刹车就是往前抽地上。然后连续做这个就是小转，还有就是那个叫 hockey stop， 停不下来，就是刹车，就是练习这种刹车，然后这种刹车连续做就是小转，而且上半身往前面下弯这样子的话，可以避免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以前。如果是你那种刹车的话，你是这样子，就是用上半身先往上，然后这样子停下，嗯，这样会不稳，因为你要这样子，会有一种你重心要到底要怎样，所以会左手会抬起来，然后平衡一下。但是不管你往下滑或者刹车的时候，上半身都是这样子的状态下的话。之后你还可以控制全身，可以控制我要压多少，紧握松多紧。那个时候，对你这样子有这个感觉，只是上半身会比你想象的更往前凸一点。你刚刚做的已经是接近是完全都对的，然后以后你都习惯用这个方法刹车的话，就会稳很多。就是 hockey stop。就是上半身往后蹲，你要做的比你想象的更前面，好像有一点我要去很前面，我的上半身要去很前面那种感觉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比较像小转这样，
真的在下雪还是上面吹下来？不知道，好像是吹的吧。又晒得很暖。没有，我只是说，因为那里有拐个缆车可以坐不上，我刚没看到。根本就没有广东啦，还是哪里有？搞不好。真是气的。你看到红色上衣就觉得是橘色，它是橘色色。你想要踩脚啊？嗯，想要踩脚、啊。你想要？问你啊。我没有啊。那就不要，那就不要。是真的下雪了。是吗？我要看到它了，真的。像在下小雪的那种感觉。下面影子有，我就是看我的脚打交叉，我也是交叉。要平整的手要用力，有脚要用力啊，不是什么？嗯，如果要平的的话，脚要用力。对啊，所以就不想用力。对，就这样。嗯，好，所以这就是第一根棒棒乙基跟第二根棒棒乙基。二的棒棒还是来拿走。右脚上的水都很多了，表示你右脚刮得多，左脚刮得少，所以右脚比较是用侧滑出去的，左脚比较是沿着轨道前进。怎么办？就是左脚比较稳的意思。
换你了。你也是，你也是右脚很多哎，你没有你多、啊，我也知道我的左右不平均啊。其实雪镜戴上也没有觉得太亮，还好。我以后都只买这种的了。好丑，黄色颜色。好丑。你是说看得到眼睛哦、喔？对、啊，很丑。所以你觉得我要买黄色加镜面反光？你看我，我的就看不到眼睛，这样比较好看。但是有那个反光，好像就是阴天会看得比较不好。也不会啊，我的阴天还好。我要两个比啊，我的上一个是镜面，那上一个就真的，那到底那个黄，那应该是手橡胶，黑黑的，不然很危险。这个家伙，他怎么了？下面写的是什么字？什么 ride 啊？搞不清楚，看不到。它是英文是上下颠倒还是上下正？我觉得它是反过来的字吧。嗯。欸，是正的吗？正的。每个人都是跳了一下之后，有点恐怖。所以就是落地的瞬间。哦，你是说去跳吗？对啊。有点凹欸。再看一次。没有。为什么每个人下来都会吃脆？又有点凸、嗯，没有，上去一定是没事的。我觉得是落地有什么问题，落地的地方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。不知道接回去脚会多酸，我也不知道，那么久没滑了，嗯、隔一年滑一次。左边下。对啊，就一直在飘呢。所以是真的下雨天。哦，你说了三点要下雪的那个雪啊？对，是提早来的下。所以就没太阳了。大家都往左。这样我就会想往右。你要往右吗？我往右。
真的滑得很不好啊。右脚，这两脚都很多啊。就反正越滑越轻松。我现在开始试着往一只脚滑滑看。啊、我说实际上右脚，一只脚虚长。我刚刚是在试这个。要喝吧。嗯。一开始就喝，就很惨啊。那脚刀比较轻松。为什么不怕？我这样刚好。脚不是很轻松呢。我这样可以按摩大腿下撑。用椅子按摩大腿下撑。12:40吧，一点了，一点了，这滑下来或下一次滑下来，就该去喝个水。好，还没啦，我说我大概1:50才要去，那就再下次。做不到一个轮回，你觉得几分钟？我猜一个轮回20分钟吧。哪有那么久啊？15分钟，10分钟吧。你是说我们这样已经滑了？5次吗？
觉得我只滑了三次，不过第一次要从下面坐，第一次也就直接坐这个，奇怪。十五分钟的话，滑到现在是滑了四次。怕跟我一起生病哦，我们还是不要一起吃啦。以后我干脆以后啊，反正就先点一个，然后你吃完一半给我们再点点，好不好？不然就点一样的。不要，我就想要吃吃看。你是说怕等吗？又被我们超过，我们超车更多了。要开了。又来一个洞，什么洞？就是云层的洞。哦，这些打起来了吗？如果是夏天的话，就是太阳雨这种类吧。又下雨又出太阳，还好它够冷。那雪好小哦。嗯，不知道预报会不会又修改。总之明天最粉，但是这么粉，这种波度，这么粉也不能干嘛。不过这种波度这么粉的话，如果假设很粉，假如有到20公分的话，这个滑起来就会跟纳斯法那次一样，你要一直咚一咚一咚才行。嗯，它都被压迫了。因为明天是晚上整晚下。压。然后他压的时候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压，他七点到八点在压，他七点到八点在压，八点之后还是会继续下。嗯，对。现在方向要从左后方。好冷，你靠过来一点。我没有人啊。我冷的。这样有用吗 ？TNT， 但是另外不对。TNT 是炸弹吗？但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字却是反的。INI 哦。不是，是 FNTC 吧？什么？奇怪了。所以我之所以刚刚那个雪板看不懂，会不会它左边正右边反？所以我看不懂，说到底它正还是反的？答案是它两边都有。嗯，又要左边下？我一直靠你。有用吗？没有。左边下吗？不可以。快点要爬起来。
啊，走回去啊，没什么人。哎呀，有可能，比刚刚少多了。ここはお肉が遅いからさ。现在才十分呢，这样才五分钟哎。我在坐缆车一定不止五分钟。打了八里。上去十分钟，下来五分钟，一轮跑十五分钟。我再来坐上去，我再看钟表。现在看。等会啊，刚就是坐手表，坐上去再看。我说，不用不用，没必要。现在十二分呢、啊。嗯。对啊，刚可能是快五分，那可能快十分钟了。我看十四分，看手表数字的步。哎，我手表怎么卡的？我手好难受哦。你的袋子还好。它卡到一个很奇怪的角，就卡到我。
有时钟啊，建筑物上。你觉得你到底是来给我热，还是吸我的冷热？我没有感觉你那里热啊，我一压也觉得冰冰的。对啊，怎么一压冰冰的？因为身体穿的这一层会暖，是因为它中间蓬蓬的，帮你保留暖空气在里面。然后你一去压它，你就会感受到外套的外层是冰的。照他的说法，有的缆上面的缆车开到三点半就关了。嗯，不是哦，好像是高速。三点半就关。到三点半。嗯，那上面的应该也要早早关。那上面的可能四点关，那最下面四点半。所以理论上可能把它。三点就收工了，那么早？对啊，今天就只是热身嘛，体力恢复日，明日是祈祷有。忘记去拿饭了。不用啊，晚饭也要约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四点收工，刚好拿晚上，跟昨天时间差不多啊，你慌张啊。啊，那我拿不到五点半，我会肚子饿死。就跟昨天一样的感觉嘛。所以我三点收工啊，三点收工比昨天还早一小时呢。那我今天来跟梅华一起去洗他的桌呢，会不会冷死啊？反正我就是不出去。你要先回房间拿，你要回房间拿，我换成浴衣再去。对啊，大家都要。然后我今天还有多跟他讲，我请给我水，我说就是换毛巾跟水。啊，原来你跟他讲半天。他真的会记吗？他就好像有啊，我问他，我问我，我就说二五啊，没错。名字跟他啥？对，我说名字，他说是那什么水，我就说佩特巴德鲁的水。他说哦好，对吧？因为他每天换别人住，他都要给人家两瓶。我们之前去住，你也还是要给我水吧？对啊。那这样，那我们就不用买了，应付一天所需就是一罐。然后就是那个午餐跟晚餐，然后拼命喝水。然后晚上就那个就是熬过到早餐以前，对啊，差不多一天就是一罐了。有够渴哎，好渴啊，渴死了！半夜起来都觉得我喉咙快干死了。你没有喝完你的水吗？我留一小口，怕他没有。我留两三口。早上的话，我是想说就要去那个吃早饭，我就没有继续喝。不过昨天晚上三点半那次我就喝。我醒了，我就跟着喝。没有想尿尿，我就跟着喝。哎呀，太干了，太干了。这鼻塞。我
突然间感觉人很多，大家都逗留在这里。右边，还是右边有一个人走的，没差，就走在右边。左右轮流走，就是走右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右边很多人。那走左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次从左边走，觉得有点上坡。那边超多人的。让我绕大圈。在左边没关系。好吗？我刚刚练习的是超并拢。超并拢转转。怎么那么怕那边滑？哎，他好像在对面的车子上。抓了抓我反之等一下到超车他是吗？追得到吗？但是吧，但是他超好停车，我刚好也到了。拔不起，这样插下去拔不起，好险！你有做到吗？我没有很急你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地上的线是不是跟椅子对不起，因为我坐左边的时候，我坐上来之后左边还有很多椅子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。你看得到他吗？他大概在这么前面了，一
一二，长根快要三根柱子前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。车子前面啊？对啊。这样我追不到他吧？但是下一趟我们会很轻松，因为我们都是那么低下的话。哦，我。缆车的速度应该只差这一个位置。嗯。但这个真的比较快。是啊。那不然我们就坐那个就好了，不用滑落野。你好像没差那一个。如果你说排队的长度，那就不限定。哦。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那边比较短，就去排那边。嗯。所以我不知道限定哪边排队比较短。我的都是，哎、欸，有比较两脚分界。他还在那是不是？还在车子上？这个是哪一个吗？单独的橘色。嗯。压面罩压太紧，然后鼻子很那个。你那个雪道中间怎么有个黑黑的东西？蓝蓝的东西。他是帮人家拿手，哎、欸，他自己的手套啊。这个人的左手是不是没有手套？没有外面的手套，哦、是就是他的。哦。为什么掉在这 ？I don't know。也许他就是路过这里。然后刚刚坐椅子的时候掉下去的，看这个位置，就掉在这里。嗯，已经，它已经到坡了，是正要穿的位置。对，那我们追不到它了。可以了，是吧？可以了。我把这里滑得像馒头一样。板子超吵，我怎么有一种额头在发热的感觉？那有没有太阳？有，很像被烤的感觉。那是因为刚刚正面一直吹风，你觉得很冷，现在是不冷的。嗯，不是说我发烧，我是说。
可以躺下。这个挡一下好像很强力哦。你要吗？我不要，到时候也是尖叫一声。他怎么还没有站起来？你说他撑很久吗？看到那嗯。还是走了吗？没看到，有可能啊。刚看小孩子滑倒，对，就没注意到。好像没有人哎、欸。我们看不到背后啊，要下车才发现后面一个很漂亮，坐在那里看。哎、欸，怎么没看到那种？要把头发露出来的那种日本人，这里太不流行了。这要去哪里才看得到这种人？你谁口吧？是这样。妹子，年轻妹子，他还坐在那，然后在等我们。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我们好走。我们刚刚就说要来追你，然后就我们刚才看一个小朋友摔倒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是我们两个都在看小朋友摔倒的时候，你已经跑走了嘛？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下来？奇怪。所以你有看到我们两个在后面？我刚坐下来的时候看到你。哈哈哈！起不来，脚抬起来劈他的脸，奇怪，我就只是停在那。我翻过来看他。好坐那台、欸。感觉可以坐那台。我是很直觉的滑到这了。哦。听，听，小虎，是谁那天唱过这首歌啊？谁的？我忘记了。我一直打是孙金栋的歌吗？哦。是 King and Prince 啊，我不知道他们的。
车轮胎。你看他比我们，我们排队排比较长。但是没有很多，差两。有在外面吗？我觉得有对准，我觉得有对准。嗯，我们马上就要追过他的车了。没有，对啊。我觉得晒得好温暖。嗯，还不错，蛮舒服的。他被追过了。错也有蓝天，嗯，好妙。时间已知，时间那边有啊，1:35，啊，才35，嗯，收起来，还想说要，你回头没看到建筑物上很清楚，那我们真的越来越快了。我就在想到底富良野跟这里的山顶一样被困，山顶是哪边？不聊也很无聊啊，这里也有点无聊。嗯。这样好像那个梅池上面山顶还比较好嘛，其实也是很无聊。也是一直滑。对啊。梅池的山顶，这山顶的雪倒是有保证。峡谷一到，峡谷现在一定很开心，他不是最喜欢冬天，嗯，那么多雪，可以不用跳下水。我说他上次热到自己站在水沟里喝水，是一定要下去一下，踩两下他还舒服，凉，有那种凉凉的感觉。如果我们带他出去，他大便好多、哦。还是我们给他吃零食。嗯，又是老天。只是被他看到饼干不给他，他就好凶哦！哦，一直叫。他觉得那一定是他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不给，很凶，超凶的。而且这次就是知道是只有吃的，然后上次是没有吃的，但是他就一直逃摸摸。你不觉得他这次比较没有逃摸摸吗？不然第一天是没有下。可是如果下次还要去的话，你是说夏天爬白马还要再来一次吗？好像已经八八十也已经拍到了蓝天的了，就觉得好像还好，还好，纯粹去看甲骨而已。上次是在想说还有哪里要顺便租个车去，就是还不大清楚，因为毕竟我爬山都是
我选的点都是冬天坐缆车，顺便他们讲夏天可以怎样。然后八方才有八方，其他地方有那种一个点可以看的吗？感觉没有。例如说藏王，你坐缆车上去是去看地藏。哦。就看地藏全身而已，没了。嗯。很多人都这副形状哎、欸。你都过了那个坡就摔成这样了。对，然后就脚在上面，头在下面，板子也掉了。有很多人是板子没掉，因为他们的摔法就是屈膝屁股摔。这个人是摔到反过来。一定有什么会卡到，或者不会大家都会摔倒。嗯，还有来一个没有上。他上的话，很危险，要降落在这个人的头上了。这个上面有东西吗？那个山底有东西吗？你说那个感觉很像房子吗？嘿嘿嘿，没有，搞不清楚、啊。那个好像是，嗯，不对啊，嗯，还是只是山壁是圆圆的这样。嗯，我知道有个叫旧万座温泉雪场，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。草金温泉天狗山还是旧万座？我不知道我在拍什么，因为太亮了，我根本看不见。你要下去，我帮你们拍一张啊。然后就摔倒，穿久一点。好，妈妈。有一个缆车哎、
走走。我的不平呢、欸？我的不平。去滑下来就来尿尿。好啊。好吗？好啊。来就。那那次上完厕所就从那边上。嗯？从上完厕所就从那那个缆车上。比较近。哦。好。そしたら困難が腰にきて、滑り方変だった。私だけだ。没有动物，熊、狐狸，对啊，你要去滑吗？对啊，我会动不了。你看每个人都在那里吐吐吐的，算了。那我只能摆缩时就可以看到鱼一直动，一直动。嗯，对啊，对啊。
晴れがいいですね。はい、晴れた太陽。雲に避けて。不安よ、不安だよ。まあ、今後は。一人はさっき先見つけたんだけど、出物はない。他还比较快，所以最后就是广州的距离。对啊，真的快五十分了，好，刚好是有点。不然会不会把水都收起来不给人家喝？我就是要去吃药。哦，为了这个要跑去二楼一下。对，没办法，我要吃药。还是一楼你有看到吗？一楼没有水，我有看。哦。只有那一段一直在摇晃，包含手电，只有他一个人抖得厉害，不抖了吗？抖啊！奇怪。确实，以坐火车的时间，以坐公车的时间，以及雪场的大小，即使再说有苗场有多老，看这里也一样老。就相较之下，苗场感觉能滑到比较多的雪。多种雪道啦，对啊，还有田那个什么田乐，那叫什么乐？田代可以去。那田代那边你也是带我一直赶路而已，好像也没有很好玩。而且田代那里的雪道，我们又没有去滑那种，但是那种感觉不像是我们可以轻松滑的 level。哪里？那里的界外啊。我们要滑界外，危险。也不是界外了，就是，就是它这样一大弯，然后中间那种凹下去的地方，别人都快乐在那边滑。
又一个。嘿，就一定要屁股坐下一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然后抖了两下之后，他就觉得，我觉得会不会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脚比身体前面的，所以就没办法收不回来。我们在留寿都不是两个一起摔吗？嗯，那次好像也有点像，我就滑下去了，就才离地十公分而已，脚已经在前面了，那身体就倒下去，身体没有支撑，那就只能往屁股就只能一路往下了。卡在我们路上，没有要不要再聊一次？我们要去喝水哦。好啊。对，我要去吃药喝水。你屁股上的脏脏是你说你去溯溪弄脏的吗？应该吧，因为我看你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裤子就已经，外套就已经是脏的了。对啊，上礼拜因为一直是直冲餐厅。他都没有给刷子。